虎扑9月17日讯，近日 NBA 名宿卡里姆·阿卜杜尔·贾巴尔接受了记者的采访，谈到扬尼斯·阿德托昆博，贾巴尔说他是一个身高2米1却有着后卫、前锋和中锋技术的球员，他在场上无所不能，他能投篮，能攻击篮筐。我记得我第一次看他打球，他传了一记背后传球，我心想他是从哪学来的，他的技术让人难以相信。谈到克里斯·米德尔顿，贾巴尔说他投篮命中率很高，是个很好的防守球员，他抢断能力也很强，能够帮助球队赢球。谈到此前的非洲赛，贾巴尔说这项活动给了很多非洲运动员希望，他们现在看到了过更好生活的可能性，他们可以挣到钱，可以回报他们的国家，我很高兴能参加这项活动。谈到勒布朗·詹姆斯，贾巴尔说詹姆斯为社会问题发了声，那些批评他让他闭嘴打球的人，他们是在逃避问题，我肯定支持詹姆斯。 NBA 球员们没有闭嘴打球，而是积极回馈社区，他们在让事情发生改变，我喜欢 NBA 球员们所做的事情。编辑：流浪的光。